陛下，老奴说的没错吧？ 传承阳氏，进宫见朕。启禀陛下，老奴问了，可知相师说他不愿意进宫？殿下，还有朕想见而见不得的人吗？是陛下。 明日进宫。本王如约给了你更大更好的生意，你也该给本王留个定金吧。没错，童叟无欺，应该的。 你便是皇帝，怎么？朕有何不妥吗？你看着一点都不吓人。放肆，不可胡亲。呵呵，你是说朕不够威严？嗯。 之前不是不愿意进宫见朕吗？为何又来了？究竟是何居心？还不如实招来。如实招来便如实招来，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儿。世人都说你是个好皇帝，不会冤枉好人的。我来就是想把这个锁献给陛下。 这样以后你想什么时候制香就可以什么时候制香，不用再求人了。陛下，既然有了制香的秘方，那老奴就把这个不懂规矩的月莲姑娘送出宫吧。不急，朕且看看这秘方。 在。
你看看这字体，这是未知的。啊，陛下，老奴以为这字颇像是远嫁金师圣婴公主的字。月灵。哦。月灵。哦。你可愿留在朕的身边呢？ 我一个女子，留在陛下身边，能做何官职啊？不过我听说以前有一个女巡案，不可满嘴胡沁。巡案，那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吗？不如留在上宫局，做个宫中女官吧。陛下，女官，可有俸禄？<笑>还不谢过陛下恩赐？ 哦，谢陛下恩赐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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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杀了宁毅和凤之伟，报你们信守承诺，放我与何连贞远走高飞。 终于又想起我来了，哎，我问问你，是不是根本就没人让你跟踪我？你不过就是喜欢我，所以才找了这样一个理由接近本姑娘啊？你不是想见我家家主，不是想见我兄长吗？来，陪我喝杯酒，说不定啊，我心情好，就带你去见喽。 那宁毅也是陪你喝了酒，才见了你兄长。对呀，所以这杯酒，你是喝还是不喝？哎，这可是京师最烈的酒，你没事吧？酒喝完了。 带我见人吧。想见人啊，可以啊。过来，靠近点儿。顾南一，你娶我吧。成亲当日，莫说是私家的家主，我的兄长，私家的所有人，你全都可以见得到。 别走嘛！你对我尽是些胡言乱语，没有半句真话，和你纠缠简直是太浪费时间。我哪里有胡言乱语啊？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。我们坐下来嘛，坐下来好好聊，我保证对你毫无保留，句句真言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宁毅和你私家究竟在密谋些什么呢？宁毅是谁啊？ 哎呀，怎么提个问都不行了呢？他帮着私县越狱，你却告诉我你不认识他，这不是在戏弄我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宁毅不就是那个天圣楚王殿下吗？他的确见了我兄长司印伦。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不允许我在场，我怎么知道啊？ 顾南一，你听我说嘛！顾南一，你等等我嘛！他们不允许我在场，可是我有偷听啊。你偷听到了什么？嗯，没什么。顾大侠，这三个都是你害的。有我在，没人能害你。 我就知道你是我的救星。放手！到底听到了什么？我听到……我什么也没听到。没听到，那就不要乱说了。你是不是又在戏弄我？你猜呢？ 在密谋什么？今日司县突然出现在私家祠堂，因此贺连连派人前去拿人。也正是今日，你约大家一起前往此来狩猎。倘若私家私事埋伏在左近，我们不是要被翁中主憋了吗？
我听说京师的妇孺皆善骑射，连箭射双雕者二，赫连殿下。如果您能赢过本王，本王就告诉你，我跟思家在密谋什么。 小娘子，我有事找你。可是啊，我知道你喜欢贺连征，不如就由知微来替你们牵针引线吧。公主果然剔透，不如你我共饮一杯，说说姐妹间的提起话。 这是何意啊？对不起，是我恍惚了，失礼了。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是赫连烈主使你谋害我与宁毅的。 七弟，人是宁生的好兄弟，还有父皇、六弟，所有今世的冤亲债主、六亲眷属，都是我这几世结下的有缘之人。如今，为兄只想潜心修佛，赎今世之罪恶，结来世之善缘。王兄所言，令臣弟受益匪浅啊！王兄此来。 不光是为了讨论佛法吧？是，也不是。此话怎讲？说不是，乃是因为的确是有一事相求；说是，乃是因为所求之事，也不过是为了了结我与母妃今世的缘分。你我既是兄弟，王兄但说无妨。宁生想求七弟向父皇陈情。 恩准为兄前往母妃的招亲殿中祭拜一番，也了却了宁生的孝心。王兄如此孝心，臣弟惭愧啊。不过此事着实有些难办啊。父皇身为忌讳，提及废妃常事。 不过，王兄不妨前往青龙寺祭拜，也是同样的孝心啊。实不相瞒，母妃之死，皆因为为兄所累。母妃至死，我们母子也未能谋面呢。母妃魂魄不散，夜夜托梦于我。 为兄屡屡向父皇陈情，未得回音，想必父皇还是不肯宽宥我们母子。
万般无奈之下，只能求到七弟门下，求七弟成全。 皇太后母子可有消息了？父王蒙难之时，我不在京师，鞭长莫及，这是我唯一可以宽慰自己的理由。可是今日，徒儿在我眼皮子底下被人给掳走了，我真是个废物。 天圣皇子为了储君之位，勾心斗角，不死不休的局面，只为历历在目。如今赫连图抢了你的王位，你却还如此担心自己弟弟的安危。这世上怕是再也没有比你更加心善之人了。你怎会是废物呢？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去找宁毅，定是他设局掳走了王太后母子。没错。 今日围猎之事本也是他的主意，怎么那么巧私下的人就埋伏在猎场之中，而且也是他协助私下越狱的？那你已的确是疑点重重，可若你当真认为是他谋划了此局，那他又是为了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是为了什么？许是为了挟持赫连图，吞并我金师。许是如你所言，以为本王与他一样泯灭亲情，可以为了王位杀了赫连图。 可是他错了。今夜，他若不交出徒儿，本王就与他同归于尽。如今赫连图不知所踪，你又要与宁毅同归于尽，先不论天圣会作何反应，那京师可就要真正落入赫连烈你这个杀父仇人的手中了。什么？你查出了我父王的死因？ 今日在猎场，刘梅朵意图下毒谋害于我，被我发现带了回来，并说服他说出了真相。真是冤孽债呀！你如何让他改口的？只是与他实话实说。 梅朵，我与赫连正是假夫妻，可是他心里只有你，可我心中没有他。我与他只会是有名无实的夫妻。若你真心心仪于他，你就应该要帮他，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告诉他真相，帮他复仇，夺回王位，让他看到你的心意。 是你，送给我的吗？哎，怎么又拿回去了？这送出去的礼物哪还有要回来的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快给我！傅南叶，你还有没有点男人的样子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还没有雕好。我就知道你那两下子。 不过是唬人的花拳绣腿，那就算了，我多体贴啊，一定不会让你丢脸的。在剑道上，我还从来没丢过脸。是吗？那你让我仔细看看。谢谢你的礼物啊，本姑娘收下了。哎，给我。
拿，你倒是自己来拿。嗯，真是不知羞耻！什么叫做不知羞耻啊？我送给你那么一大份礼物，如今你却还给我个小核桃，怎么倒成了我不知羞耻了？什么礼物？当真是个呆。 情书啊，你要是不喜欢，就撕了吧。哎，要是坏了大事，你可别后悔。凤之危险期，礼物。 月灵方才在佛前许了个愿，殿下可想知晓？我愿陛下每次见我时，都如初次见面一样，那般欢愉。月上公如此有把握，本王正好有一事相托。但凭殿下吩咐。 二王兄百般求告本王，想入昭庆殿祭母，想来这昭庆殿应该有他想要的东西。你可有法子说服父皇，准他入宫？殿下大可安心，月灵可说服陛下，并且要亲自陪着宁生入昭庆殿中。 宁生究竟有何命？当年我落入长元老贼的手中。 他逼我写了一份自首书，而且拿走了我的玉符。你是怀疑此物现在正在昭庆殿中？明海的兄弟一直在帮我找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。宁生说的可能就是这个秘密，只是不清楚他到底知道多少。你放心。 我不会让任何人拿到此物，威胁于我。
楚王殿下，你输了，我早说过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但是你也没有赢啊，害你一身的始作俑者刘梅朵，尚未伏法。此事论输赢，为时尚早吧。楚王殿下。 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都做。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呢？你现在有何颜面与司慕容输赢？本王曾经跟你说过，若有一人做了自己的囚徒，从此以后无论身在何处，必定一生孤独。司英伦，为何不放过？ 刘牡丹母子也放过你自己，本王可以从中调停，让刘梅朵认罪伏法，说出当年的事情。从此以后，你可以走出这祠堂，走出噩梦，走出这桎梏，不好吗？<笑>我堂堂司家长子、家族继承人。 却被刘梅朵勾陷，落得阴险之徒的恶名，从此被关进祠堂，行了情面之刑。清白，我早已经不想要清白了，你懂吗？因为没有人能赔得起我失去的一切，没有人能赔得起我司影伦的骄傲和尊严。主子，不必跟他废话，刘牡丹母子已经救出来了，您已经宁卓送他们回望亭了。也罢，宁爷。 你个屁！你跟他们是一伙，你们都是有罪之人。我要杀了你！这，我杀了你！司英鸾，为了一个污名，毁了自己一世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记住，心里的光明比仇恨更重要，你明白吗？ 胡说！这世上本无光明。放手！你们不要伤害我兄长。司英鸾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一个好可怜、好可怜的人呢。 我不容你可怜！金氏国死囚越狱，追捕至今不见踪迹，王太后和新王又被人掳走，音讯皆无，金氏国内定有逆贼作乱。 这一切都始于赫连正归朝。王叔所言极是，我今师确有逆贼造乱，也确实是始于本王归朝。因为本王回来了，那逆贼在朝堂之上便坐不安稳了。哼，赫连正。 你又妖言惑众，如今一月之期已到，你可是要提头来见呢。梅朵为证，先王就是被你赫连烈毒杀的。来人，给我全部拿下！ 司令长，你要起兵谋反吗？你金师君虎符在此，本王愿暗中拿你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可惜本王不是你，做不得这蝇营狗苟之事。贺连烈，今日。
本王就要在这朝堂之上，让众臣，让天下认识你的真面目。梅朵，说下去。大王子贺连征，奉先王之命出使天圣，离开金石国不久，先王就被查出气血两亏之症，御医就开了些治气血的药，日日服用。此事，想必众臣都有所耳闻。是啊，诸位有所不知，那御医早已被贺连烈所买通，将毒下在汤药之内。贺连烈，你可认罪？我父王重情重义，本王念你是我父王唯一的手足，我可饶你一命。断了线儿的纸鸢，你还巴望着他能飞回到你身边来啊？那是我的事儿。只要你帮我除掉宁毅和凤之威，我就放贺连征一马，叫他带着你远走高飞。刘梅朵，他在诬陷本王。梅朵句句属实，何来诬陷之说？没有诬陷吗？好，本王问你，你当年可有陷害你的未婚夫司隐伦，颠倒是非，诬陷他要奸污你，害他行了情面之刑，至今关在枷锁里，一生啊都被你害了。怎么不敢说了吗？是与不是？我当年只是想毁了那婚约，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当年为什么要害司隐伦？可你今日在大殿之上为何要陷害本王？怕是一个原因吧。都是因为你的心上人贺连征。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呀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看着我呀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刘梅朵，是不是如他所言，奸污之事是你诬陷了司隐伦？殿下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殿下，梅朵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王太后和信王是不是已经遭了你们二人毒手了？贺连征，你为了王位偷盗虎符，掳走王太后和信王，苍天有眼，今世的好儿郎们，你们真的愿意听命这个不忠不孝的奸佞之徒，被这两个奸夫淫妇玩弄于股掌之中，陷金氏子民于豺狼之手吗？贺连烈，你们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我只是犯了一个小错，他杀害先王的奸恶之徒。像刘梅朵这种毫无诚信人的话，谁相信呢？是为何在？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刘梅朵的证言不可信，那哀家的证言呢？梅朵，你说先王是被贺连烈杀害的吗？你说你为什么瞒着我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为什么？姐姐，我害怕。姐姐，姐姐也是害怕。
我不能一错再错。自先王轰逝以后，徒儿便被迫离开哀家，一直被赫连列掌控，以此要挟哀家，假传先王遗诏。要挟王后，假传先王遗诏，你不到啊！你不到啊！是哀家懦弱，与虎谋皮之间。可是若哀家知道，是你杀死了先王，哀家宁可徒儿受死，也不会让他受制于你这个杀父仇人之手。恭请赫连征殿下遵先王遗诏，祭统称挑。臣等恭请赫连征殿下遵先王遗诏，祭统称挑。众卿平身。本王便择吉日，顺应天命，改元登基。梅毒王，快！三子们，把小子人列。风从指尖过，再见。